嚟到2009年 Paper Two 第52题啊，咁呢度咧就有两个方法嘅，去讲翻俾你听。第一个方法咧就系你谂嗰个圆形啦，因为而家讲紧咧有个 triangle，佢就俾咗两点你啊嘛。好啦，有两点你，负四、负八同埋六二啊，有两点。咁咧？當中咧，佢就話有個 circumcenter 咧，就叫 K 負四。K 負四其實咪就係你包住呢個 triangle 嗰個圓形嘅 center 咯，即係呢一點咧就係 K 負四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可以咧呢度，因為 circumcenter 呢兩個都係 radius 嚟嘅，呢兩個 radius 應該係 equal 嘅。咁我哋咧就會用翻咧 distance formula 去計翻咧嗰個嘅叫做K 出嚟啦吓，set 一条 equation，好咁嚟啦，咁即系 K 加四 square，跟住负四减负八，负四减负八咧就系、是、我照写先啦吓，好，跟住右边啦，右边咧系 K 减六 square，然后负四减二，咁变咗咧我就咧会去 simplify 呢条 equation 啦。K 二次加八 K 加十六，呢度加十六，右边啦，K 二次减十二 K 加36，呢个都系加36，两边咧约咗嗰个 K 二次去，所以咧我哋就会八 K 加32等于负12K 加72，咁即系20K 等于40，所以 K 咧就系二啦，咁啊圈到答案系 D 方多。好啦，咁但系咧都会想讲埋另一个方法啊。另一个方法咧就系、是、要知道咧，一个 circumcenter 咧一定喺嗰条咧嘅 perpendicular bisector 上面嘅。啊，即系话咧，如果你用呢两点去砌条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出嚟咧，咁个 circumcenter 咧就一定喺呢条线咧嘅上边嘅吓。即系喺黄色呢条线上面咧。啊，就會有呢點咧，叫做 K 負四出現嘅。好啦，咁變咗咧，我哋就可以利用咧嗰個 perpendicular bisector，即係嗰個 locus 嘅 program 咧，去錯翻條 equation 咯喎去翻 K1 program 4啦，或者你入翻你嗰個 locus program 嗰個位啦，負四、負八、六、二，然後咧。呢個就入一，好啦，咁啊出到零零唔關事噶啦，咁咧就係20S、20Y 同埋咧40，化簡佢即係 S 加 Y 加2等於零啊。你將咧呢一點，sorry，將呢一點咧代翻落去，即係 K 減4加2等於零，咁亦都計到 K 係2，咁啊 default 啦。